大家好，今天红叔教大家写这个根字，万象更新的根。这个字笔画是没有问题，只是结构小小出了问题。你们猜到是什么吗？哆来咪，咪来哆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恭喜你们，你们的书法水平已经不错了。它主要是这个问题很多，在我在看学生写字的时候很多，因为他这边跟着弯弯到最后了，这边没有位下了，变成你这个字看起来很别扭。来，红叔示范给你们看如何把这个结构写好。来，红叔写给你们看啊，笔画是没有问题，主要我们这个这边照样 OK， 这边照样写 OK。写字是这样，我们要把字一下子粗幼变化，才会有三 D 的感觉。主要是这边，我们下笔的时候一定要在中间，不要弯先，中间到这边还弯，对吗？然后这个字就端端正正，感觉到很正直，很好看又密实。来，红色再示范一下，好。这一点红叔写大字给你们看啊，写差不多是真诚的字，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啊。这边不要弯先，还是在中间，这边还稍微弯啊，看写到非常调皮啊。来，红叔再示范多一次，这样，这边直直到这边还弯，稍微弯，这样下来，把这个根子就显得非常灵巧、活泼、密实，而且粗幼分明，线条分明，有三立的感觉，看了觉得人家一看就有细菌的感觉。OK， 红叔视频就到此结束，请按视频底下的红字的订阅，然后转发给红叔支持一下。好，红叔下期与你们再见，拜拜。